小资创业客制化品牌如何挑选设备，不可不知的 UV 直喷技术，客制化的礼赠品已然成为消费者各公司行号过年过节的赠礼首选，独一无二的设计代表对于家人朋友客户同仁的重视与感谢，因此客制化产业也越来越兴盛，许多人开始小资创立客制化品牌。一生将告诉您为何该了解 UV 直喷技术。为了让效益最佳化，客制化产业所使用的印刷设备必须具备四大条件，以下将告诉您客制化产业该如何挑选适合的设备。一、设备对于不同材质的包容性。如前文所述，市场上的客制化产业有许多不同的类型，而大部分的客制化品牌贩售的产品非常多样，可能从客制钥匙圈到大型建材都在服务范围内。尤其目前很多小资创业的案例，在资金及空间不甚充足的情况下，高 CP 值的印刷设备就非常重要。以热转印技术为例，透过转印纸可将图像印制于马克杯、衣服、帆布袋等商品。 UV 直喷技术可喷印木头、塑胶、亚克力、纺织品等多元材质，业者能透过商品的类型来选择适合设备。二、印制效率。印制效率影响到公司的成本及收益，因应彩色印刷的大量需求，印刷技术也跟着日新月异，许多设备在印刷效率上下了不少功夫。传统的印刷技术需经历开板、晒板、套印等流程，旷日费时且人力需求相当大，现在如热转印、 UV 直喷技术都可一人作业，且印刷效率相当快，不需等待墨水干燥，为业主省下不少人力及时间，创造最大的效益。三、预算成本。新的印刷技术效率高且大多可一人作业，可为业主节省人力时间成本。除此之外， UV 直喷机是透过特殊墨水印刷，以 UV 灯使之快速干燥，不会有墨水蒸发浪费的问题。热转印技术也是透过墨水气化直接渗入成印物的特性，达到高效率低成本的印刷品质。四、色彩表现。目前的印刷技术可轻松将色彩细节复杂的相片印制在物品上，以 UV 直喷技术为例， UV 直喷机只需透过电脑输出即可驱动 UV 直喷设备，热升华技术则是将图档印制于转印纸上，再透过热转印设备将色彩转印制成印物上，两者的色彩表现都非常细致，受到许多业者的欢迎。UV 直喷机恰巧在各项指标上都有不错的表现，以下由医生告诉您为何客制化品牌都喜欢使用 UV 直喷机。一、UV 直喷机可印制多种商品，客制化品牌可能需同时处理多种不同材质、形状的商品。UV 直喷机透过具有延展性的特殊墨水与 UV 灯，可让喷印出来的墨水快速干燥，因为 UV 灯低发热的特性，让成印物不会受到温度的影响，进而让产品产生变质，故 UV 直喷机可喷印在塑胶类、金属类、木头、皮革及玻璃等材质上，只需一台 UV 直喷机就可开始您的客制化事业。二、印制效率高，可大量接单。UV 直喷的技术不断进步，有别于以往单喷头、单 UV 灯的直喷设备，目前更有双喷头、双 UV 灯的直喷产品问世，效率更可达以往的四倍。这代表 UV 直喷技术不断升级，产制更快速的情况下，也有助于业主接应更多订单，提升营业额。三、小额创业控制成本。小额创业往往受制于成本及空间的限制， UV 直喷机的墨水透过特殊技术让墨水不会蒸发浪费，且对环境也不会有任何污染。桌上型的 UV 直喷机体积小，不占空间，且可一机多用，节省掉购买多种印刷设备的成本，成为小额创业的最佳首选。由于近几年市场对于客制化及个性化的印刷需求，数位 UV 直喷印刷机拥有免制版且一键可做、适用材质广等优势，让许多学校、机关、门市都有拥有一台印刷机的需求。 UV 直喷机设备推荐一生，拥有多种规格直喷设备，提供最周全的服务。现在就马上填写表单参观各项数位印刷设备。